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光。昨天公推的小球成功打出私房菜五场红了四场，三场红的毫无悬念。另外两场里昂那场让 1.5 球没打出来，埃尔切和贝蒂斯那场运气不错，本来我以为要黑了，结果贝蒂斯连扳三球加绝杀，最后还是红了。由此可见，运气还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判断对方向不一定红，局势不对也不一定输，这就是足球。今晚时光狮子头继续战斗，以英超大小球为主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联系，或者关注公众号时光的博弈获取。伯恩茅斯 VS 曼城，明天凌晨1:30开始。伯恩茅斯目前排名联赛第17位，23场比赛拿到了21分，领先降级区的球队1分。伯恩茅斯的后卫总是犯很低级的防守错误，目前送出6个点球并列联赛最多，并且对手的6个点球全部命中。伯恩茅斯上轮联赛在客场1-0击败保级对手狼队，中场塔维尼耶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。伯恩茅斯过去的4轮比赛拿到了1胜2平1负的战绩，最近的表现并不理想。曼城目前排名联赛榜首位置，24场比赛拿到52分，落后榜首的阿森纳2分。曼城前锋哈兰德目前打进了26个联赛进球，排名联赛射手榜头名位置。曼城在本赛季首次交手时主场4-0击败了伯恩茅斯，那场比赛他们拿到了 67% 的控球率。曼城上轮联赛爆冷客场1-1战平诺丁汉森林，只拿一分的同时丢掉了榜首的位置。曼城周中欧冠在客场1-1战平了莱比锡红牛，最近两场比赛都拿到了平局，双方整体实力还是有明显的差距，曼城的整体实力要明显强于伯恩茅斯。在双方交手中，曼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在心理上占据明显的优势，此次给予曼城不错的支持。同时曼城目前得分意向充足。废话说完了，怎么看今天曼城穿盘的可能性都不小，但周六的比赛屡次出现大热必死的现象，时光本人也被愚弄多次，本场应当反向思考。本场主推伯恩茅斯加 1.5 胜。